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就好像是在水中跳双人舞。这样的男生你会喜欢吗？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看不到我的存在。我想跟你继续去了解。文凯，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？我有可能有点喜欢大荣。在四个女孩子当中，你是最强的，就是一个好的搭档。你们跟……如果真的有下一期的话，我拜托你不要选我。你现在跟我是 CP， 不要提罗凯好吗？他很努力去完成一些东西。我要选的这位是罗密欧。方兰。罗凯。我很害怕让他看出来我很在乎他。鞭策，我喜欢他。那来到这个地方梅纳多的漂流地，我们会以 CP 的组合方式进行这一段的旅程。那么再次的 CP 组合，这边是文熙跟鞭策，那方兰跟罗凯，然后刘汉刘汉还有林肯跟文文，我们加油耶，及大荣跟罗密欧。干嘛？啊，你们就幸福吧，我走了啊。咱们幸福。你回来，你还是过来我这边，你过来我这边，你就过来。谢谢你，赶紧把我拉出来。我不会眼睁睁看你被虐的，我会闭着眼睛看你被虐的。那么我说一说这一季各位的规则哈，从这里出发，顺流而下去到终点，途中呢会经历物资的补给点。每一个物资的补给点都要把那个物资拿到自己的船上，各位完成一个任务。刘汉呢会在第一个物资点呢等待各位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看见他就必须把他载上船啊，但是他可以选择随时上船啊，就是一个接力赛。对，就我可以指挥调动他们。可以啊，他们将为虐待单身狗付出代价。太好了，单身狗掉水里不就落水狗了。现在示好已经晚了，你们等着吧。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去吧，我不会理你的。哎，喂 ，Hello， 哎，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啊，前面有四艘呢还没有充气的气垫船，那么之后呢，给各位一个这个泵，把这个船呢撑起来。这个泵大小有区别。OK。各位，先到先得，开始。开始！妈呀！快！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给什么拿呀？那个脚塞进去。我们能不能直接跳过这个环节？你们想游泳过去吗？完全没有感觉有气啊！我们进去了吗？气？我觉得有打进去的，你看，给我鼓起来了。鞭策，我跟你说啊。你不要让他辛苦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么快啊！哇，这么快，因为你不跟我一组吗？
你可能是一肚子气在打气，一边看着文熙一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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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气。林肯是用那个打气太快了，我们打太慢了。好，我把它放这。喂，啊哈，好聪明啊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慢一点，别那么快。我不要输。有火花，有火花。林肯是屡次被放弃，先被放弃，然后再被放弃。你不能想着旧爱就忘记了这种友情啊！我知道。你们用完了借给我们。可以，可以。什么弟弟啊？不尊重哥哥。不是，是他们先问。没有被翻吗？等一下，这给你们两个。OK, finish. Yeah. 等一下。林肯，你要给谁？别急，先给我。来，你们呢？获得了今天我们第一名可以出发的这个位置。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个道具会给谁？会给谁？我问你们答应过我们的林肯，林肯，谁是你哥哥？林肯。其实我心里是想给罗凯跟罗密欧他们其中一组的，因为希望他们比变成了一组更快一点。但是林肯，谁给你送铜镜啊？林肯，林肯，你在放弃友谊，你在放弃友谊。哎，算了，再帮多你一次都没有关系。太好了，谢谢，如虎添翼。这个举动给我感觉到他还是没有忘掉我，就是有点想我幸福，但是又挺生气的那种。罗凯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今晚死定了。边城，哎，不要让他辛苦好不好？好，旧爱还是最美啊。这边打得好快啊，我满身大汗是吧？哇！哎呀！边策跟文熙，你们可以选择把这个给谁？给范兰。OK, 好，来，请把船搬去那边。走吧。真的挺重的。快，你现在踩的是罗凯，把罗凯踩死了、啊！我爆发了，快脱衣服了！哇！哇！小雨就爆发了 ，finish。OK。两位，这个是起点，不是终点啊。太棒了！好 ，Go Go Go， 把这个船搬过去那边。走，走吧。Yeah, 好，这边也完成了，完成，差一分钟时间，不过很厉害了，已经。Oh!
激流啊！它很多，取决它多长。刚才在卧室顺水过去把补给包先要拿到，小心点啊，最近车稳了，现在随便拿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 OK OK， 谢谢。你看看，在到达下一物资摆放点之前，男生为女生吃干净碗里的汤。什么汤？哦，这个先放过来。就是我们现在喝是吗？在船上。在船上喝。李章。哎，刘安哥，你想怎样？严肃点。如果我跟林肯都掉水里，你救哪一个？就你。对，般配，你们走吧。Give me five. Yeah. 谢谢你，我们走了。加油。这是什么？我感觉像咖喱耶。咦？对。可以男生喝吗？男生喂女生。怎么喂？勺子。差不多就行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有没有虐待单身狗？绝对没有。单车舞，如果我跟他一起掉水里，你会救谁？他。单车舞。其实我就是不要你，你不要上我船。回答什么答案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横刀夺爱。你想我选你吗？他选我很开心啊，他不选我很正常啊，就是我就说完了。选边侧。我就要上你的船，让我表白完之后直接扭头就说我喜欢边侧，这我接受不了。但我又不能怨他，我只能发泄在你身上。快上船，快。任务啊，在接下来这一段的漂流过程中，你会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么急的地方，我要把它吃掉。真的假的？下船。OK， 好。好。这是在坐过山车吗？对啊，它这边就会像过山车一样的。我觉得过山车比较好玩一点。今天第一名一定是我们，将军一名。前面比较平静一点，我们快点跟上套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了？我想知道我们的评判在哪里。不知道，评判可能就是记录吧。马上就到了，来，快，你可以冷静一下，先冷静一下。来喂我吃，喂我吃。我这旁边那些没有勺子，直接这样吃。嗯，好吃吗？对，我的话说行了，可以。第一次尝试在这么大风大浪的情况下，还有这么甜蜜的一刻。对呀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这个百感交集。所以你看这个水还没有进去的时候给我喝了好吗？哎
到了这里。啊，在这里停，在这里停。好，我们先脱下这个身船吧。好像我应该可以跳过去。好，你试一下。不行啊，太高了。哎，那里有棵树，你可以顺着树爬上去，小心啊。好危险啊，这里。抓稳呢，抓稳。我绝对可以。能够到吗？小心，小心。然后我在下面接住。可以了。OK，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先下来先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今天不会输的。耶！在到达下一物资摆放点之前，需完成以下任务：沿岸若干数字相加的总和。支持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样，来，上来。不行，我全身湿的，它很重的。没事没事，你能有多重？来吧来吧来吧。我不忍心踩你啊！啊，你还要踩我？我让你骑到我肩膀。这样不好吧？没关系。拿不到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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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到了吗？下。你有200斤吧？觉得哪这些所谓的物资可以干嘛？我觉得搞不好是漂流到终点，然后我们要自己做饭的。有道理。我有主意，你把它把它再弄高一点，是吧？对，你把那个能往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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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走。不重，很轻。他看起来小小只，然后我一拖他手底感觉有点沉。他跟我说他体重没有100，我表示深深的怀疑。哎，为什么上面那个那么奇怪啊？这肯定是前面那两个人搞的。可以用东西砸他下来吗？我们摇一下。聪明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我就知道那个，哎呀，鞭策没那么聪明，哎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多难啊，你说是吧？沿岸若干数字相加的总和。你数学好吗？我数学好，我来做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我来做。小心一点，真的小心，小心一点。鞭策哥哥，我重不重？你一点都不重，很轻，很轻啊。估计就几百克，哇，几百克呀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来个了断了，好吗？怎么了？你要？我现在颁布我的任务，你们俩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人跳到河里边，选吧。不可能！如果我们不快选，任务就你下吧，还是我下吧？不行！定了吗？定了，我下。别！成全你，汉子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给我回来 ！Go straight！给我回来！拜拜！给我站住！他们不是个好人，好吗？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把我捞上来，是第一反应逃跑，结果那个船就离我而去了。我要追上那对男女，开船！
快穿，来 ，Let's go。我要追上他们 ，Hurry up，Hurry up！ 我就知道鞭子会在这使坏。终于甩掉他了。来、我们要来个船战，怎么样？可以。OK， 你会帮我吗？会。你会站在正义的一面吗？我会的。鞭策，鞭策，你钱掉了。鞭策，鞭策。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想方兰会不会掉下来，结果就在我想帮助方兰的时候，我的重心。结果我自己重心不稳，就掉到了这个河里面。掉了。小心小心，真的。OK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确定没事吗？没事。你们有事我跟你说。没有话和你说。计谋，他们是计谋。别下来。罗凯，不要。他们是计谋。喂，我投降可以吧？不要上。那你要上我们船的话，有个条件。上来之后不许给我们发布任务，不行。不是，我们好不容易约会一次，你怎么？哎，我已经单身了两集了，我已。那时候我还很愕然，我说方兰为什么会突然下船，然后我发现方兰一直在叫我的名字，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方兰是担心我会出事情。漂流的整个河道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惊险，更加刺激。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罗密欧就已经下水了。我当时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恐慌，因为我知道水很急，下面有很多石头，我特别特别怕他会受伤。我看到他腿上好像有点刮痕，他一个大男人估计也不想在我面前就是说自己摔疼了之类的吧。好疼啊。还有我那数字完蛋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数字，应该在前面的数字，2017，十。哎，哇！
时间越来越晚了，水流非常非常的急，非常的可怕，真的超级可怕。那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再行进了，因为漂在那个 Trisbo 上面那个河流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，所以安全员他们示意我们停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港湾里面。但是我们如果要离开那个河流的话是必须要到河的对岸去。我们就等了所有的小伙伴一起，然后我们的教练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去到一个小木屋上面去找一些绳子。就两条啊？就两根绳子？两条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我们现在就让那个船夫，我们船夫打结，走吧，走吧。当时每一个人的 CP 都在他们身边，而我的 CP 就找不到人。我想 OK 没问题，我靠我自己应该也能走下去。但是我看到那一幕，就是罗凯下去之后，他一回头看到大荣，就拉着他的手扶着他下去。他完全没有去想到说是不是还有一个方兰，直到文熙很大声地跟他说，罗凯你怎么自己走了呀，你怎么罗凯你真是的。然后当时罗凯才好像反应过来了，就问我啊，方兰，你 OK 吗？就是要帮忙吗？能够自己啊，罗凯。我就说不用谢谢，我就直接走过去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，可能是我当时特别充满歉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感情，但是很难受，当时其实心里面是很难受的。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，他们在没有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趟过了那条河，然后把那个绳子拴在了那个河对岸的一棵树上，让我们拉住这个绳子走过去。然后在他拴好绳子之后呢，示意我们要一个一个过，因为那个水流特别急。 OK， 我先过去吧，你看看方兰，我跟他先过去吧。我不知道方兰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那时候我就叫罗凯，你先看一看方兰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不对劲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然后我很想在所有人面前看到我强大的一面。月子，小心一点。你身处在河中感受到那个水流，就是跟肉眼看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你的脚在水里是发不了力的，你踩不到任何东西，所以只要你稍微的轻轻的晃动一下，就是你的两个腿就整个飘起来了。边车，哇，那个水流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急，就是真的可以把你冲走。下面非常滑的石头，就是你站不住的。如果他冲走了，我不知道怎样找他，然后我不理我的安全，我就直接冲过去就拉他回来。我其实对他挺内疚的吧，只能谢谢他对我的这份关心。到我们过河的那一段，其实我一直还在很生气，但是我看到文熙过去的时候，边策有在后面保护着他，就我当时会在想，为什么罗凯没有想过这一点？抓紧 ，OK， slip， 岸边看的时候好像还好，当我自己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脚下面根本是腾空的，是飘的。我的手一旦松开了之后，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。
欢迎各位兴奋的安全的来到了终点啊。刚才在整一个过程当中，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组数字？有，是什么？2017。哎，那个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明明让我们说看那个数字要加起来嘛。这对呀，十啊，十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只有九个人，十是我们十个人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我们是1234567，汪。汪啊汪汪，就我是汪是吧？马上咬你们好吗？其实这个十呢，的确是我们九个加我一个岛主组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，明白了吗？对。好，但是也要说明一下，因为今天呢本身是安排了有五个物资点，但是考虑到天气的原因啊，所以我们取消了一些，包括最后的一个调整。我当时其实还有一点担心，特别是女生。绝大部分的女生是没有办法完全靠手臂的力量去完成整个行进，但是在大家齐心协力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所有的人都安安全全地去到了对岸。对，也是在我们的教练呢、救生员的大队。对对，真的是。所以要特别感谢救生员。我有个建议，不如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的船工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他们。马格西，印尼话谢谢的意思哈。来，各位把我们的物资给他们吧。谢谢。Thank you. 我们一起站到中间来合一张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哈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基于各位非常优秀的表现，还有团队之间的这个友谊哈，明天带各位去感受一下美丽的美纳多的海底世界，好不好？除了有海底生物和我们这个近距离接触之外，还会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岛主晚宴恭候大家。在雪山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浪漫。我跟方兰全程都是手拉着手，就那一瞬间是觉得会特别幸福，就是会有特别不真实的一种幸福感。我们俯贴着珊瑚，看到旁边的鱼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，那一瞬间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难忘的一个过程。那个教练他给我拎到远离大部队的方向，然后我就说停，我指了下人群，意思是往那边去，他再把我领回去。我只是从这个体型的长短来判断是不是文熙，看哎这个最短，这肯定是文熙了，然后我就去了。他找了我很久，看到我之后然后就这样拉我过来，然后就抱了我一下。但那一刻我心里在暗爽，觉得说好像在水里我明白了一些什么东西。鱼吻在水里面一直游来游去，就让我去追它的那个感觉。哦，其实它
也有不是很详细的一面。我就轻轻地推他，他瞬间就感受到那种舞蹈的感觉，然后我们俩就在水下就即兴来了一段。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你是觉得，天哪，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环境，但是他们本身不会把这个环境搞乱的。而且对我们的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友好。海洋这种生物来说，它们其实是很脆弱的，虽然它们经历了上千万年才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，但是由于人类的介入，在短时间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崩塌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人类真的是要限制自己的活动，我们可以去观赏它。变成这个样子没习惯了，而且几位男嘉宾这一换上行头真的是特别帅。今天呢，其实要各位来这个地方，我们来一个约会呢，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。这期是我们第三期了，然后下一期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淘汰一些朋友，因为可能大家不一定在当中会有自己合适的伴侣，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伤感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只要是对的人，一个就够了。但是话说到这里呢，经过我自己前几期对各位的观察呢，我发现可能还有一些朋友，你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，可能 A 喜欢 B， 但 B 不知道 A 喜欢 B。 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，把一些嘉宾他们想为对方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展示一下。所以呢，今天呢也希望各位能够敞开心扉哈。
我举个例子啊，譬如说我的师兄刘汉啊，他一直说他不挑，我就不知道你不挑是你要表达对各位的一个什么爱意呗？你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其实也不叫示范吧，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。四位尊敬的女士，我想送一首我写的诗给你们。哇！我是枯藤老树昏鸦，很想成一个小家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没车没钱没新房，但是我有一颗甘愿为你做绿叶的心。下面是一个献花仪式。哇，还有仪式啊。哇，你这花是什么？这是代表我自己的绿叶，花在这里。这里有四朵假花，四朵塑料花。其实当时汉哥做的那一系列的举动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给我，但是他不好意思。我心里面是有想跟汉哥再组一次 CP， 再去了解一下他。可是我心里面真的装着一个人，我没有办法去选择我到底是怎样。如果我们有机会了解或者发展，我希望跟你们可以历久长新。这是什么样的态度？这不是暖男，这是中央空调，每一个人都暖了。这样的态度我其实是不太能接受到的。这样吧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呢，一个是谦让，一个是可能内心很纠结，需要时间。我在泳池的另外一边等我心仪的对象。他们不去找你，你就不回来？绝对不回来，好吗？我等你们哦。林肯，其实我准备了一首歌给那心仪的对象。你是选择先唱还是先说那个人是谁？先唱吧。先唱 ，OK， 好。OK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，我有留意到他的眼睛是在看我的，我挺深情的。然后我也有留意到边侧的表情，好尴尬啊，他好无奈。他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然后人家准备了一首歌送给我。你会有多幸运？对不起了，太久没有弹吉他。所以你想跟他单独约会聊一聊天吗？
前的事情，再谈之后的事情。就是你觉得他这样的选择，他们俩这样去聊一下是很好的一个办法。我觉得这个该来的总会来，该捂着的还会有。都是套路，说了半天你也没说你想怎么样。哎，鞭策这个人是很奇怪呀、啊，他又想得到别人，但他又不表露自己的想法。对，这种东西我始终是觉得强扭的瓜不甜，那一切的决定还是在这个文熙的手里面嘛。他也好奇，我何必要阻挡别人去说呢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所有的感受都在那首歌的歌词里面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知我也很想让你幸福，然后我可能你真正的去了解我，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太合适。那你现在的选择是？我觉得我们做朋友很好。你对我的各种好我都知道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真棒。真棒。好了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一个人走，很危险。等我一下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谢谢。如虎添翼。虽然我知道你很不想我和鞭策赢，但我觉得你做到了，爱他就让他幸福。在说的过程中有一点点哽咽，然后我也觉得好像自己有时候做的有点太伤害他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我也准备了一份我自己觉得很适合你的礼物给你。我完全想不到他会送礼物给我，因为这事情没有可能吧。这个不是什么药水，是那个香精。我希望你把这些东西可以调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味道，给你以后想要给他的那个女孩子。芝满残酷的，他这样说话，所以那个时候芝满失落的，就是他说的这一句，但是也是他让我放弃他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孙缪，这样子，我们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选择。你选择心仪对象，像刚才林肯一样，直接邀约他去单独的约一下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吧。我想做一个事情，光脚走。那我也光脚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试一下。哇，好舒服哎！说吗？不是，我帮你。好，谢谢。我当时觉得这个男生很浪漫，我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开心就好了，那一瞬间好像什么压力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了，都荡然无存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在无人岛的时候，沙滩上有很多的贝壳，贝壳他们是来自哪里你不知道。对，
就是有点跟你一样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你像这个贝壳一样就出现了，所以呢，哎，我准备了个小礼物。啊，小礼物啊？对。哇。你可以闭眼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有点粗糙啊，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是亲手做的。你第一次帮女生戴项链吗？嗯。好了。哇。他很有心思，然后我也很喜欢，我觉得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那种小浪漫很容易盖到我的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用。你要回去吗？还是不管他们了？不管他们合适吗？当然合适啊，为什么要管他们干嘛？我们回来了，这就回来了。从你们的表情上面，好像还聊得挺开心的，嗯，是吧？我跟他所有说的内容，现在都不告诉大家，只要他知道就可以了。肯定是文熙可能又拒绝了一回林肯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，不用问，你自己观察就有答案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！那一瞬间其实心里面是很不舒服，但同时间又很诧异，很惊愕，就一瞬间就呆在那里了，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回应。这是什么个剧情啊？你可以不去的。我觉得出于尊重礼貌，无论怎样还得是去一趟，这是礼仪，对。好，走这边吗？感觉现在坐在台上的四个人，这个情感都比较怪怪的。情感都没有爆发出来。你赶紧领罗凯去，罗凯瘦得要死，你看他盯得那么久。在
在我跟他组 CP 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心里面还是有大龙的。大龙口上说是我的好朋友，但如果他真的是当我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离我喜欢的人远一点，对吗？与其去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我觉得去尝试一段新的感情是最好的。我想跟你组 CP， 去多点了解一下对方。我不想当备选，你说让我帮你个忙没问题，哪怕是让我去帮你去演一段戏都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能保证我自己不受到伤害。就是你呢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对话了啊。啊，稍后继续海岛之恋，马上播出海岛之恋。就是你呢？看吧，你把它借给我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他也不想吧。我不会让他选择，所以我帮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是的，当你下去的第一时间，你都没有想到我，对吗？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看不到我的存在。不是，我当时不是因为那个原因的。我其实并不是想要等文熙去跟我讲，而我当时其实就是想要去拉你的手。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刚好，那我觉得你应该刚好也有想到我的感受吧。
讨厌组。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。我之前说一直想说找，是真的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吗？很老土的情节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会很浪漫。是我想象的一样，就大家开开心心就可以。这样的男生你会喜欢吗？他一开始就只认定一个女生，然后一直勇往直前的，为着自己心仪的东西尽全力去把它去争取。嗯，就让我特别动容，但是不是我的菜。所以我们两个要单着了吗？其实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羽毛，羽毛呢就代表着希冀，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借着羽毛乘着风勇往直前，所以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加油啊，你要帮我带上去对不对？现在要带吗？对，我留意了很久了，他一直带着。对，我从节目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带着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幸运星一样，我从买了他之后呢，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带着他，就希望说他也能给你带来幸运。你把你最重要的东西送给我。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谢谢你。谁能够追到他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生，因为我今天很有魅力，然后我一个人单在这里了。你觉得你这话有说服力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现在我就是坐在这里，然后就跟你一起聊聊天。其实你也给我很多感动的地方，所以我就特别想帮你拼尽全力想要赢，就是希望说能够给他多一点的主动权来争取到他想要争取的东西。所以那个时候跟他搭档那个合拍那个感觉是很好，因为我们那个目标都是一样，然后聊的时候聊得很开。所以说到这里呢，我要插一句话，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倒真觉得说你要找一个女孩子过一辈子，你真的不一定找一个你是以喜欢她为最大的
一个旅游点去找他的。像这种合拍其实是很重要，特别是结了婚之后。所以我觉得他是蛮好。所以你是在帮我推销了吗？当然，就是我一直很欣赏玉伦的，真的。就所有人都欣赏我，真的真的真的。然而就没有人愿意选我，难道我跟汉哥是一个款的吗？你们可以私聊一下，他在等你等了很长时间了，估计都睡了吧，睡着了吧都已经。你什么星座？双鱼。讲错了对不对？商儒，商儒座。我怎么脑补了那些历史画面？殷商。你要帮我穿鞋吗？我从来没有做过。这个鞋型，这个鞋右脚还是左脚啊？这个鞋。谢谢。开口说出这个很快就会点完了。要用这个。小心点。是否长大以后学会默默承受？是不是今天晚上你所要说的一切就是？我想跟你继续去了解。我虽然牵过你的手，只不过是因为你太累，才会短暂的停留。你随便说一个理由，要让我彼此难受。电影里天长地久，不过在另一个星球。你随便说一个理由，别让我纠缠不休。你在谁的怀里，我都能接受。这一期淘汰两位嘉宾，你知道你自己的具体位置吗？不知道，有点冷。你来了，你来了。希望我们俩一路走下去。Oh no！ 他去我们那里了。第一走，快跑！真什么鬼？有一对 CP 组合被淘汰。